万一座位上巨不好怎么办？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个呼啦圈呀、啊，这个。这是。好。哦，不是开赛车吗？是骑车吗？骑马。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郭，稍后呢你们可以叫我郭教练啊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卡丁车，想要开得快你肯定要先了解它，对不对？首先呢，左脚是刹车，右脚是油门，不要混淆。然后刹车油门是不能同时踩。哥哥，如果要是一直总是这样的话，发动机会爆炸的。那倒不至于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方向盘，一定要记住这个方向盘是很重的，必须得开起来才能。对，开起来会稍微好一点。我进去试一下。卡丁车没有挡位，它就是踩多少，感觉就是这个直看的话有点不好看。它这个呢是1:1的方向，你看你动一下，就类似于我这么轻轻一挪，它的轮胎也是动的。对，如果要是这么大挪的话，它就是类似于转弯什么的。卡丁车呢，它距离地面呢很近，它只有4厘米。由于这个卡丁车呢是后轮驱动，它在比赛过程中呢，如果你开的控制不好，它会发生一些，比如说是甩尾。说好听一点，我们可以叫做漂移，但是基本上我40厘米甩尾，所以在比赛过程中一定要尽量减少这些动作。哥哥，这个是装油的吗？对，这是油箱。油箱，妈呀，这么危险！这个油箱大家不要去碰它就可以了。只要不侵犯这个，还有按这个，还有同时这样踩的话，还有不死心闹的话，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。稍后一个比赛嘛，比赛结束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奖品，是一套赛车服，全新的赛车服。欢迎你们来到马场。觉得今天来马场都会让你们做什么呢？骑马呗，能来到马场能的，不是看骑马、喂马、看马，然后。今天也是为你们请到一位教练，我们欢迎教练。教练好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国发马匹俱乐部。那今天你们来到这儿，我们有两个科目需要去完成。第一是给马刷马，对马。第二，咱们就是上马，如何去正确的骑车。好。咱们这边有头盔跟护具，咱们现在先换装备啊。拿这个 fire， 哦，哎呀，大家现在已经换完头盔跟护腿了，现在我带大家去简单的看一下马房。哇，我把江南 style， 哎，色色美丽，哦，哇，哇，大马，哇，这匹马好高。咱们进入备马区哈，咱们把声音调大，因为马是感动的表现。咱们今天要骑的马，第一匹朱莉，黑牌。朱莉吗？待会儿咱们需要完成一个备马、刷马的一个一项工作。好，咱们现在热烈欢迎一下两位教练。
教练好，教练好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啊，狄龙教练，来这边。好，大教练。教练好。你好，来 ，OK， 咱们各自带自己的学员去自己的马这边。小飞呢，它是一匹纯血马，它呢？纯血马。对，它比较稍微谨慎一些。能握个手吗？能。对，慢慢的靠近它。对对对。这是印刷，你可以刷刷它的鬃毛。啊。OK， 对对对对对，对。刷干净。那边，我来，我不敢过去。他不会踹我，他不会踹我。可以顺着他的脖筋，刷他的这个身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就是把他身上的那些就是脏的。对对对。对，它上面有脏物了，你看，你拿好这个刷子以后，你可以，我拍一拍，这么敲一下，对，把上面的灰尘敲掉。Good。很好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好怕。没事，不用害怕，没问题，知道吗？很大的惊喜。还是一样，在这边，它现在是换毛期，它跟狗一样的，一定要每个部位都要去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好。我是过敏。过敏。毛毛过敏是吗？对，稍微有点过敏。怎么是这样？这不好的。哇哇！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带到赛车场了。那么，在你们比赛开始之前，我会让我的学员带着你们去赛道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双人车。你们谁想第一个试？我先说的，你都已经上车了，你都迟了。好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开走了啊！美女，走！走了啊！这边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好了，下一位谁上？我happy， 我第三个吧。happy， 我巨 happy， happy 是 happy。要稳住，那刚才你们也体验了一下，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练习赛。好，一定要记住，我在这跟大家说一下，比赛的时候会有不同颜色的旗子。好，绿旗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绿旗知道。对，绿旗应该是最普通的，就是比赛开始，前方没有障碍。黄旗就表示比赛前方呢有事故，发生危险了，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。红旗就是比赛终止。那么咱们分成两组，啊，你们俩一组。来，你俩一组，我俩一组，加油啊！你们要加油！
上跑完了，咱们就可以跑了。张军一第一。我有时候拐弯有点晚，对，很聪明，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。你要记住三个提前，比如说是提前踩刹车，过弯的时候提前松油门，但是如果你的车速不快的话，松油门就不用松。还有一个提前就是打方向。有一个现在出现事故了，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下车，举手，明白了吗？举手。就是在转弯之前，一定要在转弯之前就踩。对，加速。对。我开的可以吗？你记住，我以后肯定当赛车手。小马，你过来，我等你。你过来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你过来，快过来。好精彩，小安叔，小安叔你别放水，我都能看出来你在跟着放水了。来，小安叔最后加油，踩底油门，快点快点加油！哎呀妈，我的现在哎，我都着急了。经过两个回合的热身，就是大家基本上熟悉车辆和这个弯道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爽！好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期中考试了啊。好了吗？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就是梳子，梳子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使劲。对。滴答辫子。对对对对，它舒服了会自然会去往下低头。这叫提钩。提钩。来，过来来，顺便哎，给它抠干净。啊。你看。它不会疼吗？不会。就先抠把那些粪抠出来，然后再拿这个刷子把那些剩下那些杂物，然后再给非常好，对对对对。这是指尖，然后这才是肉。对，这个这边往上才是肉，那真正这一块就用指尖演的。你指尖脏了，指尖脏了是不是也得抠出来？这样的，哎，对，对对对，我怕它会拉屎。它不会拉的。为什么？好，现在叫你进去上岸，需要给买一个看一下。这个吗？就这样披上去。对。这边手拿着，把这个手，看到大拇指扣住他的嘴，就进去。按着点，然后把这个咸甜的放到马嘴里边，然后俩手撑开，套到耳朵上。哇，舌头好大。这就下来了。好，这边就这样，就几乎就可以，就是备马、刷马就可以，就是几乎就是这样子的。
慢点，慢点，刹车，刹车，刹车。我是第一，第二是夏夏，小马是第最后吧。好了，四位可以下车了，小朋友。快回来，经过刷码备码这个环节，咱们刚才最快的是咱们这个店家同学，那你现在可以为你的码赢得一根胡萝卜，待会在咱们完事以后你可以去拿那个胡萝卜喂他，那其他的也不用灰心啊，咱们待会儿还有两个环节，接下来咱们有各自的教练带着咱们一起进入室内馆，开始马匹的骑乘训练。叮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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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，小心点！我可爱的小马。好，锁管，锁管，锁管。来，小马过来吧。好，我们在室内的时候，往两边看一下，往两边看一下，有没有马？没有马。没有马就可以直接往前走了。那小马，咱们进来吧。我们来这里了。抓左手抓这个缰绳，框。哎，先吧。那坐直。害怕吗？也还行吧。真的害怕健身。脚跟，我脚跟往下踩。好，两手双手抓这个环。抓这个环。对。马呢，最基本的有三个步伐：慢步、快步、跑步啊。当然，咱们先从慢步开始啊。对。往上站一下，坐一下。张，它有一个上下的一个浪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明显，对吗？对，它的腰部的感觉往上上的时候，你要起来，这样，对，站高一点点，这样，它把你抛起来，哎，你顺势借着它的力量，哎，去站一点，站一下，然后再坐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我们试一下，挺好的，感觉不错啊。好的，一个手背后放腰上。坐，我会尽可能让它慢点啊，先颠两下看看啊，感觉一下。对。天哪静。还行吧？啊？俩手背后。啊？两个手背后。你在动我。两个手背后。啊？你在动我。别动我。来，起坐。往上放，两个手往上放，往上放，手抓着手，对，手抓着手，起，放松，起，很好。其实骑习惯了也不是特别害怕。对，放松，哎，把肩打开，啊。一开始我坐下来就特别害怕，头一次骑马嘛，然后现在其实骑上来就怕。哎。我脚可了，手抱着头盔啊。两个手举起来，对，就这样，看前方。高一点，起高一点。不敢起高。没事，你起高了，你的节奏才能配合上。你越起得越低越不行。我跟你说，骑马必须要勇敢，胆大心细。都加速了，我先找一下感觉。两个手啊。一二，没问题，继续做你的。左手这样往我拽是往左边走，嗯，往右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往右是这样子，这样直接往后带，这样子就这样后，简单简单，对，坐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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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放低，非常好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对。用你的脚后跟往后靠一下，对，
俩腿同时啊，然后呢开始挤压，这就给马向前的一个指令啊。好，双手扶好了啊。好嘞，来用腿往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停，拍拍他，非常好。停停停停。好，这一个环节啊，咱们骑得最好的小朋友是，骑得最好的小朋友是，骑得最好的小朋友是徐冠毅小朋友啊，咱们掌声鼓励一下啊。本局的第一，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环节，谢安帮忙，让朋友们。创造人算犯规吗？正规比赛当中呢，肯定是犯规的。我是想反超他。反超，但是你要找到你的线路，找到你的超车的地方，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超车。我干不了车，我腿完全干不了车，完全弄不了劲儿。第二位张俊一，该我了，张明浩加油！马环节大家表现的都挺好啊，现在剩下最后一个环节，咱们就把自各自的马背上的鞍子卸了，好，然后刷一刷看谁的动作最快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然后获胜啊，来准备，咱们开始。
家属太摘是不是更快一些啊？去那边。stop， 谢了啊，该谢了，反正我不敢摸到嘴里。要不然你待会最后一个吧。往下，往下拽，不是、啊、这个拿出来，对对对对，往下放。啊，谢谢，转转转，别慌，别慌，是不是对，拉一下，拉，往上拉，哎，对，非常好。哎，什么不要动，这怎么？不给你。然后放进，拿过来，搭这上面。结束了吗？后腿。一定要快，要胡萝卜。大胡萝卜等着我们呢。好了，对，对，结束了吗 ？OK， 结束，结束。他们那边怎么那么快？你该怎么说？结束，结束啊！啊，刚才咱们最后一个环节谢安的环节啊，咱们速度最快的是嘉凯，啊。好，那我们经过几个回合的比赛，我们的冠亚季军呢已经产生。首先公布的就是季军，但是我们季军有两位，张俊一、李林马。第二位张恩硕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全场的冠军张明浩，来有请。冠军是我的，来。这是你的奖杯，谢谢。哇！掌声鼓励。哇！呀！非常感谢四位小朋友来到瑞德万室内卡丁车。那么接下来就四位小朋友分享一下今天的胜利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特别的有收获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开卡丁车嘛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嘛，所以这个奖杯应该会属于所有人。这回呢，我开车特别开心，虽然我撞了好几回，撞了好多人。小马，你过来，我等你。啊，有时候是自己撞，有时候是撞别人，然后撞的别人都摸不着头。我今天就是我会漂移了，我呢应该不叫漂移，应该叫甩尾，大幅度的甩尾。其实我觉得。这个游戏就是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不管我是拿了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也好，反正都是在娱乐。我今天学到了很多关于卡丁车的知识，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咱们今天啊，三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好啊。第一个环节，垫脚。朱迪呢，他也是特别的乖。第二回合的时候呢，就是，我在骑的时候，他就是特别的配合，很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。第二个环节获胜的冠宇。就我那匹马小飞的话，就是没有那么乖，就是比较活泼调皮一些，但是也是。这挺乖的，然后在第二个回合的时候，我那个拿着缰绳，然后往左拽的话，就轻轻拽一下，它就立马就往左边，那个左边走动了。然后我这样往后一拉缰绳的话，它也就停止了。就其实小飞也挺乖的。第三个环节，我下台。我第一次就是。来骑马，然后跟就是我们的教练一起，然后骑我们的这个小可爱的小黑马，他完全是属于那种就特别配合，然后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然后教练告诉我说用两个小腿然后往后，然后这样加紧的话，然后他就能加速，然后还真的，然后我觉得挺棒的这只马。咱们今天获胜的啊是拿胡萝卜喂各自的马，谢谢教练。现在胡萝卜太多了，咱们一人一把，之后啊，咱们各自的教练啊，都稍微带一下啊。来吧，很好。小马乖乖。哇、哦，这只马很通人性啊。撑开，二手撑开，这种短的啊，尽量这么喂。好，可以摸摸。拜拜，大家。走。好，谢谢护盘。
喂养你，你只要手放平，因为马，记住啊，马的嘴因为是这样平的去，它不会这么去用牙去叼，它用会用嘴唇把这个萝卜叼到它的嘴里。牙峰几岁了呀？小飞是17岁，他是2000年的吗？比较年轻吧，还是？也比较老。老了。对，马的年龄是30岁左右。哦，就